那個界別都比較踴躍啦，喺呢個方面嘅報名嘅情況。咁樣個報名期咧係去到7月2日嘅，即係下個禮拜二啦。咁啊，仲有幾日嘅時間。咁樣我哋再一次呼籲咧，啊，有意參選嘅人士咧，就係把握嘅時間。我哋喺呢個週末啦，即係聽日啊，同埋後日咧，我哋嘅呢個選舉嘅呢個接待個櫃台咧，啊，仍然都係辦公嘅。根據法律的規定呢，我們有一個做一個資格的一個審查的，所以我們管委會和秘書處的同事呢，一邊收到這些資料呢，報名的資料，一邊也都做一個審查。在資格審查裡面呢，之前我也都有提到過，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關於是否擁護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效忠這個澳門特別行政區，這個內容呢，根據法律的規定，即是新修改的行政長官選舉法的這個規定，這個權限呢是屬於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國安委的。我們在收到資料的這個之後呢，就會將這些相應的資料呢，也都會是送給國安委，由他們行使法律所賦予的職權呢，去做出一個相應的審查，同埋呢是也都是由他們發出對於管委會具有約束力的這個意見的一個審查的意見。這樣對於參選人已經報名的參選人，他們的資格審查的這個工作，我們也是有序地進行的。